全联生鲜怎么来？我们带你怎么玩？全联新旅行，带你解锁生鲜产地，跟着食材去旅行。面对琳琅满目的生鲜商品，他们打哪儿来？谁种的？用什么工法？产销履历成为消费者选购时的唯一依据。全联福利中心长期力挺在地小农，起作优质、安心、友善环境的生鲜商品。既然大家强调产地溯源，为什么不更进一步把顾客从货架带往产地呢？ Seeing is believing， 我们推出了全联鲜旅行，带着全联的消费者来到三星葱的产地，体验三星葱生产及推广过程，一起感受新鲜，看见新鲜，品尝新鲜。他刚才讲的三星这里的得天独厚的这一种环境是最主要的，然后再来就是这里的农民是很努力很用心的在三星葱这个品牌把它插得更亮。像现在你们会看到葱花是蛮难得的，因为二月到五月是三星葱的开花期。为什么要沾活菌？因为我们把活菌，我们在根部根圈，如果环境适合的话，我们的菌也会在里面，好的菌会在里面存活。像我们会手稍微伸下去，好，叶子到这里握住以后就出来，不管是泥土或是外缘叶这一些，把它都洗干净，变成白白亮亮的，在头的地方比较类似白冰冰的呢。这个是我们用油跟面粉跟胡椒粉跟盐巴拌的，等一下会比较有，我们吃的时候会比较有那个味道。我觉得葱料理的重点在于如何把葱跟我们宜兰在地的食材来完整的一个呈现，结合我们原山的金枣，我们宜兰的桑葚是我们的宗旨。从农地直送到直送农地，从产销履历到亲身经历，买东西产地直送，结果今天我们一早就被直送来产地，觉得哇，真是太新鲜了。就他们都很用心在种这些蔬果，来的时候对全联的生鲜品质更有信心。实际来产地看到最新鲜葱的样貌吧，就让人很印象深刻。每个食材的背后都是一趟最新鲜的旅行，我们期待未来能带着更多消费者体验全联鲜旅行。全联鲜旅行，从全联出发。